教义讲堂啊，地藏净宗学会在黄居士的领导之下，我们虽然是第一次来到现场，而这边大家做的功德的，我们很早啊就听到了佛法，在今天衰啊，这大家都知道，有心的人士都希望佛教能够再兴旺起来，把这个社会带好。无论是过去老一代啊，现代乃至于未来的一些年轻人，都有这个愿望，这个愿景呢很好。衰怎么衰呢？我们把地藏菩萨忘掉了啊，中国大乘佛教是以四大菩萨为表法的核心。这四大菩萨九华山的地藏，普陀山的观音，五台山的文殊，峨眉山的普贤，四大菩萨合起来，这就是大乘，少一个都不行。从哪里学起呢？要从地藏学起。地是大地，大地你看孕育万啊，提供我们生存的条件啊，这是大根大本。所以佛用地藏来表法，代表我们心地啊，我们的心地就是佛地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，净土宗提出。啊，《大乘经》上佛常说：“一切法从心下生。”宇宙从哪来的？万物从哪来？生命从哪里来？我从哪里来？佛告诉我，来自同一个自信，自信就是自己的真心，真心没有大小，真心没有先后，真心是宇宙的本体，真心不是物质。所以我们前五根也不到啊，前五根是眼耳鼻舌身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听不到，我们也闻不到，尝不到，接触不到啊，它又不是精神现象，所以我们第六识想不到，第六识缘不到啊，六根缘不到的东西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
啊，净宗称他做常寂光。啊，常是什么意思？不生妄念，这叫常。啊，没有生命的事情。啊，这叫常，即清净的意思。啊，即是清净的意思，清净寂灭。光是光明遍照。啊，光明遍照，我们也没看见这个光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，光的波长啊不一样。我们肉眼能见到的光是非常自小的一个光的段落，比这个波长的我们见不到，比这个波短的我们也见不到。啊，不能说见不到就没有。啊 ，X 光大家见到没？啊，紫外线见到没？我没见到。啊，通过仪器的观察，它真存在。啊，所以宇宙之间不同的光波无量无边。如果我们见性，你就全见到了。啊，没有见性，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是很有限度的，非常渺小。啊，佛告诉我，佛是证得究竟圆满。啊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，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，诸佛如来跟我们一体，一切众生跟我们也是一体。啊，云飞乱动，花草树木山河大地跟我们是一体，我们迷了不知道。啊，那一切有情众生，人类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知道一体，所有一切的怨恨就化解，冲突就存在。啊，才真正达到和谐。佛经上讲的两句话：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啊，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性本善。啊，性本善什么意思？就是同体大悲，无缘是没有条件的爱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谁见到了？佛见到了，菩萨见到，特别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八地以上，那这意思就是佛并不是佛一个人见到，八地以上都见到，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、等觉菩萨，他们通通见到。什么时候我们证得这个阶位了，我们也见到。我们想想，我们都希望见到。啊，这一生有没有指望？有指望。没有遇到净土法门的人，没有指望，这肯定。啊，断惑证真难呐、啊，净宗待业往生容易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就等于阿惟越智菩萨，这可不得了啊！阿惟越智是圆正三不退啊，叫阿惟越智，那就是不退转啊，位不退，绝对不会退转到六道啊，行不退，绝对不会退转到二禅。啊，念不退，
念念都向无上菩提，勇猛精进啊。那么这个事情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特别是加连局的会稽文决定不能够送啊。那是世尊多次宣讲圆满的会稽啊，我们要重视，要感恩加连觉老居士。那有人说他是普贤菩萨再来，我们虽然没有确证，但是看到老人一生的行持啊修行，而确实有一点像普贤菩萨啊。用普贤十愿，你跟他去对照。啊，确实做得很像。黄念祖老居士的住持是集住啊，你看他汇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啊，来注解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妙极了。啊，注解的话字字句句都有根据，不是随便说的，稀有难得。我们深深相信世尊末法9000年唯有这部经能得度啊。什么叫得度？往生就得度。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必定成佛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。我学佛学了62年，讲经也讲了55年啊，现在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啊，真正皈依净土，其他经论我都不讲不讲了，不看。那我专讲净土，专讲这一部经。那我只有一个希望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啊，那么这对这部经，这个法门信心还不足，怎么办？那我们想一想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为什么？无非是帮助我对佛法产生信心，就这段事啊。于是我们信心不足，要深入经藏，真正深入透彻了，信心就足了啊。我自己是个例子啊，逐步逐步的信心，一年跟一年不一样啊，年年加深，年年进步啊。你要是不深入的话，很难啊。现在这个世界，邪思说法很好上，很容易上当啊，很容易走偏走邪啊，那就太可惜。啊，所以我们死心塌地就念了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啊，这一部经是老师传给我啊，原本是老师早年在台中法华寺讲了一遍啊，他的注解就写在经本上，他就把这个经本。所以这个经本很多人没有见到啊，老师往生，我把这个本子找出来啊，印了10000册啊，纪念老师，让许多同学看到老师还有这个本子。
那么这个本子呢流传出去啊，可是国内外对他批评意见的很多，我们决定不动摇，我们要护持这个法，要护持这个经本啊，什么人动摇我不动摇啊，什么人改变方向，我的方向始终不改变啊，给大家做一个好样子。啊，那么将来有成就啊，刚才这个斯里兰卡过世强地玛法师今天也在机场碰头啊，告诉我龙溪大学宗教大学总统希望能早一天把它盖好，因为明年是一月总统70岁生日，那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建好的时候，那总统很开心啊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，对于全世界的佛教全世界的宗教做出最伟大的贡献。啊，所以大家我劝勉大家，这是个好机会，稀有难逢的机会，我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来支援他。啊，现在已经开工，我今天把消息带给强地玛法师，希望早一天建好。啊，正好总统有这个希望，那我们的想法完全不谋而合，那我想应该可以做到。那么真正要提前，那就得加工人。啊，工程队我们这人数加一位，那建筑就快了。啊，我相信这不是难事情。啊，那么这个大学建好，我说我如果体力还可以的话，我在这个学校开净土房，我开无量寿经，我就专门呢来教这门课程。啊，我们带头做影响。听说现在报名的有好几百人。老师不是学生，都想到这学校来讲课。那我们带什么头呢？带一门。我们只教的一门。啊，学生不要多，能够有3个5个接班人了，那就很了不起了。啊，所以这两个学校会起很大作用。啊，宗教大学的目标是团结宗教，是希望把宗教通通回归教育。啊，宗教互相学习，化解矛盾冲突，让宗教团结，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谐。啊，化解大大小小一切冲突，这就是宗教对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。啊，目的在此。都是好事啊！外国做好了，中国就赶紧要跟，要跟进啊！所以，如果斯里兰卡到明年年底学校就开学，就正式搞起来，我相信一年之后，我们中国也有啊，东南亚这些亚洲国家恐怕都会受影响啊，会影响到全世界。好事情。
啊，这个带头都修了无量功啊，语言重要。根在哪里呢？我今天特别提出来，根是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，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有无尽的宝藏啊！《华严经》上佛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心地宝藏是无量智慧，无量智慧是每个人统统有，不在外面，外面求不到，外面求的是知识啊，从内心开发的是智慧啊，所以东方的教学，特别是佛教，有界定法，并界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智慧开了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在五祖黄梅住了八个月，五祖的讲堂他没去过，他不认识。五祖里面的禅堂他一支香也没走过啊，他的修行在哪里修？在对方里头冲泥破柴啊，这种修行叫高级修行的方法，没有形象，谁知道？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无所知道，其他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啊。他修成功，成功就明心见性啊，无所修，所以无所要传法，叫大家做弟子啊。这个《坛经》上记得很清楚啊。最后五祖把衣钵传给他，为什么？开悟了。怎么开悟的？冲泥开悟，破柴开悟，妙了啊。你去学的冲泥破柴，你冲一辈子也不会开悟啊。他为什么会开悟？大乘教里佛给我们说的很清楚啊，凡夫跟佛是一体，是一个生活。迷了叫凡夫，觉悟了叫佛啊，生佛不二，你本来是佛啊。那为什么变成凡夫呢？因为你有烦恼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三种烦恼障碍你自信，所以你变成凡夫，你什么都不知道啊。那怎么样回归自信呢？把这些烦恼放下就回归自信啊。所以慧能大师冲泥的时候放下，破柴的时候放下，跟大众相处、待人接物放下。修行在哪里修？有不外乎人事物，这就把一切万法包括见了啊。见一切人通通是佛陀，我们天天念阿弥陀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是阿弥陀啊，我就变成阿弥陀佛。我看到这众生不顺眼，你讨厌他，不是众生有问题，自己有问题，妄想分别之处通情啊，那就是凡夫，那就造业啊。我们能像慧能大师一样的时候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成佛了。你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啊，你学不学经教也没关系啊。那么学经教学的什么意思？真正懂得学经教，用学经教的手段去落实戒定慧啊，那就是慧能大师所学
啊，读经就是持戒。啊，经念得很清楚，没有念错字，没有念漏掉。啊，一天念三十遍，像无量寿经，到你背得很熟的时候，一遍半个小时，三十遍十五个小时。啊，一天有十五个小时，心是在经典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不就修定了？啊，用读诵的方法修定了，定久了之后就开悟啊，豁然大悟，开悟了，明心见性，成佛了。越开悟的时候，自性里面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相好，通通现前。啊，你世俗世间法全通，没一样不通。啊，那么这个方法现在人都不相信，现在没有人学。啊，这是诸佛如来的真传。啊，没有人学，佛法就会断绝。我们要带头。啊，我们用老方法来培养人才，啊，是要帮助学生开悟，不是帮助他记多少，那个没有死。我们要活的，不要死。啊，所以没有孝心，没有恭敬心，还有怀疑，佛来教你都没有。啊，你入不进去啊！真正有孝顺心啊，孝顺心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，没人做过啊！啊，这一次胡晓林居士在我们香港住了一个星期，啊，落了有一套光碟，完全是在生活当中落实方法。佛法没有白学，这套观点很快被寄到这边来，大量拷贝，大家会就好好听听。啊，那就是学佛。如果不能落实到生活，不能落实到一切人事物，我们的佛就是白学。啊，假的不是人，只搞外表，没有实质。所以学了一辈子没有丝毫进展，烦恼习气还是要照样，这怎么会成就啊？所以要重视地藏的孝道，以这个为根，然后提升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，把自信第一的就是爱心，这个爱心是真爱，是平等，是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再向上提升一层文殊菩萨的智慧。爱心要没有智慧，会出问题。啊，古人讲得好，什么是佛法？慈悲为本。方便为本啊，但是没有智慧呢，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人，没智慧不行啊，所以我们要学地藏的孝啊，观音的爱，文殊的智，把它柔和起来，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那就是普贤的大行，那完全落实了，这叫真学佛。你不懂得真学佛的时候，天天念经没用处，有个好处，比骂人好。啊，真实利益得不到。啊，希望大家。
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无量寿经，正好讲到大士身法。幕后世尊给我们一句，最好的教训啊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困难，遇到恐怖啊，诚心诚意啊，至诚心恭敬心，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菩萨就能帮助我们解决啊。那么这些事情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非常可能遇到啊，我们常常啊挂在嘴上劝化别人啊，遇到有困难，遇到有恐怖，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啊，念佛人呢就念阿弥陀佛啊，不念佛的人是就劝他念观世音菩萨啊，就能度过这个灾难。那么今天的话我就是这样啊，每一天讲经，希望大家有时间要多听啊，真正想听懂，那就是真诚恭敬不怀疑就会听懂啊。这些东西是听经的障碍啊，没有事，这个印光大师讲的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，每个人听经得的利益不一样，是他的诚信心不是真诚心恭敬心对啊，没有其他的差别啊，男女老少闲云不消都不是障碍啊，障碍在诚信啊，有几分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。